奇瑞最近又推出了自己的新款 SUV 瑞虎 5X， 这款奇瑞重磅推出的新款车型定位为紧凑型 SUV， 主要亮点在它身上所搭载的黑科技，并且定价不高，实在是性价比超高的选择。首先，奇瑞的外观设计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审美，尾部设计整齐对称，看起来比较板正，但是前脸部分比较有亮点，头灯的设计使得整部前脸精气神十足，并且采用了卤素大灯搭配银色线条，整体感觉不仅运动风十足，而且十分时尚。所以从外观上来看，奇瑞的主要针对消费者是年轻人群，内饰上以黑色和银色的撞色为主，显得沉稳大气，并且奇瑞 5X 还大面积使用了软性材质进行装饰，给用户的体验比较不错。而在配置上，最大的亮点在于瑞虎 5X 所搭配的 CloudRaver 3.0 智云互联行车系统，并且系统中还搭载了一系列新型功能，比如智能语音识别、手机远程管理以及各种娱乐功能等等，大大增强了人车互联体验，并且也体现出奇瑞在智能化领域的进步。而在动力配置上，瑞虎 5X 搭载的是 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传动方面匹配的是六速手动双离合变速箱。除了这些，瑞虎 5X 还有全景天窗、自动驻车、ESP 车身稳定系统以及倒车影像等等一系列配置，配置上可谓是比较齐全了。就是这样的配置，官方报价只有8万元起，性价比可以说是很高了。你心动了吗？